姑姑，他们那个一个人管我。啊？那现在是管你还是管妹妹呀？管我。管你啊？那妹妹谁照顾啊？姑把一个人照顾。那行不行噻？姑吧，他还累不活呀。那你过来，我管你。你受伤了？我受伤了呀。那你过来照顾我。我还不想你照顾。你需要帅哥照顾哟。没有妈妈照顾。你都几岁的男孩子了？男子汉呐。你们现在都不管我。那你那么大了，妹妹还小噻，是不是的？妈妈不管我，大奶奶不管我，姑爸不管我。那你来，姑姑管你。你受伤了。啊？你受伤了。我受伤了，我受伤了，我可以管你噻。妈妈，我要你照顾我。你是大朋友的，妹妹还小。妈妈要护啊，不要照顾豆豆。那不可能，你不照顾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把豆豆给别人。好。是干你的，是干谁的？放个姐姐。哎呦我的妈！放个姐姐。在小小的花园里面，挖呀挖呀挖，看小小的豆豆，看小小的花。在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种大大的种子，挖呀挖呀挖，特别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种特别大的种子上特别大的花。我们怎么是两场呀？怎么是两颗种子呢？怎么你服不服？乔治，你服不服？你给我服一个。那你为什么要问妹妹服不服？那妹妹不是说服你吗？那你也要说服啊。不服。你还是不服啊？你是猪脑瓜烧出来哑巴骨还是硬的？你服不服啊？来走。啊，你不服也跟着我走。你不服也跟着我走。
主任，哎，我们先走，不要到姐姐的。乌龟，乌龟，乌龟，我喊你，你听不到啦！不动，不动，不够葡萄，不够葡萄！哎呀，把我几个脚真把它揪回来了。啊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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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了，好，可以的 ，OK 的。等会儿。这边，我来弄。等会儿坐，你给我把那个那几个洗一下坐，叫姑妈拿去冲下水坐。洗下，姑妈会洗下。那是广告。嗯。走一点点，不要多大。哎，行了，你又搞多大？好，走，行了，快嘎到，快嘎到那个盖子。来，快去屋里去拿个打火机来，把这个带屋里去。这个也给我带屋里去，这个。啊，那大奶不够泼的，叫你们抱起去。这个有油啊，不够泼的呀。月月，干啥？一年没有人，你太大了。好，行了，我们的火赶紧来收我了。姑爸，啊，你好了没？我看一下坐。你还擦了一下儿。那拿完没好了就洗个粑粑。洗个粑粑，等会儿就疼啊。好，你先坐去，快洗。买的那一个，那不对，你自己家有就买了一个。你是不是在洗粑粑呀？我好想吃。我是在请你爸爸呀，姑爸。啊，我这个好难呢，我再给你洗衣服用。姑爸这个好难，再给我洗衣服呀。那你以后长大了要不要帮媳妇子洗衣服啊？我要给妈妈帮你洗衣服的。帮妈妈洗啊，可以。好，来，你帮忙嘎葱好不好啊？等会儿坐，干衣服再。姑爸，姑爸，我问一下。啊，你问一下，慢点。哇，好香哦！好香啊！哦，好香啊！你好空进去啦！啊？你好空进去？等会儿坐，跟这没弄这坐啊。好。嗯。那你喂哥哥去了，你再去噻，让你哥哥去一块坐啊。我要去，我要去。啊，慢点。我要去。好。舅舅，哎。哦，还跟舅舅这样。他嘴里，我给你拿白龙头。乔治，哎，你那是前面那个那个村儿烤的？哎呀，我们的小王子上车了！哎呀，可以啊！好，师傅技术可以吗？好，往左边。要上链子的，好，再来。把姑爸的链子勾下到我袋去。把姑爸的链子勾下你袋去，那你硬要开下胃去了。嗯。那姑给你把血铲到看看呢。嗯。你能咋成姑铲呀？好，那你等会儿我呀。嗯。好。来看看，看行不行啊？还是大花呀，那大花那勾不成了。这天气好了再来勾行不行呢？姑总不可能给你铲雪铲到里头了，你技术不行。那你不把你脸子勾下来，我打一起。姑把那是大车子，你脸是个什么车子？型号不匹配。我这也是大车子。你的是大车子，但是型号不匹配噻。哎呀，有人在喊你啊！走。我下来那拿啥跟我说？好，你下来说。车上脸，我车上没带脸子。车上没带脸子，你看。
我来给你弄。你们弄我手指头。哎呀，我不动你的。